yoga for health directional movement when you lie in horizontal postures for a few hours during sleep the lubricating fluids in your joints tend to settle down and are not in circulation so when you wake up body is demanding you first lubricate your joints directional movement is a simple way of doing this it also exercises the muscles without any risk of injury. Joints have a concentration of energy nodules, so by activating them, everything in the system gets ignited for action. 现在我们要学的练习叫手臂定向移动。一共有四个方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向的示范。请留心观察。双脚舒适分开。 脚的内侧互相平行，闭上眼睛。随着吸气，把手带到肩膀前方，这是起始姿势。第一个方向是两侧，随着呼气，手臂向两侧伸展，手腕向外旋转。 手臂完全伸直后，随着吸气收回手臂。现在手腕要向内旋转，这是一个回合，要做三个回合。注意旋转手腕的同时，你的手也要一张一合。 手臂肌肉要紧绷，像是在推一个重物那样。手臂尽可能的绷紧，但身体其他部位保持放松。当你的手臂向外伸展时，手腕总是随着呼气向外旋转。 当你的手臂向内收回时，手腕总是随着吸气向内旋转。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三个回合。请站起来，确保你周围有足够的空间，双脚舒适的分开。 脚的内侧互相平行。闭上眼睛，随着吸气，把手带到肩膀正前方，这是起始姿势。随着呼气，向左右两侧伸展手臂，手腕应向外旋转。手臂完全伸直后，随着吸气，收回手臂。 现在你的手腕应该向内旋转，这是一个回合。我们再做两个回合。第二个回合，不仅要旋转手腕，你的手也应该一张一合，手臂尽可能的绷紧，但身体其他部位要放松。 第三个回合，手臂向外伸展时，手腕总是随着呼气向外旋转；手臂向内收时，手腕总是随着吸气向内旋转。做完后，请放松，并舒适的坐着。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更正。再次说明，手臂向外伸展时，手腕总是向外旋转，这是向外；手臂向内收回时。 手腕总是向内旋转，这、就是向内。不要做的太快或太随意，慢慢的做，并尽可能绷紧你的手臂，但身体其他部位要保持放松。 我们学习了一个方向，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三个方向是怎样做的，请留心观察。起始姿势，手放在肩膀前方，闭上眼睛。第一个方向是两侧，随着呼气，向左右两侧伸展你的手臂，手腕向外旋转。 随着吸气，收回手臂，同时手腕向内旋转。注意手臂和肩膀总是保持同等高度。这是一个回合，这样做三次。第二个方向是向前，随着呼气，手臂向前伸展，手腕向外旋转。 手臂完全伸直后，随着吸气收回手臂。现在手腕应该向内旋转，整个过程手臂尽可能的绷紧。这是一个回合，这样做三次。第三个方向是向上，随着呼气，手臂向上伸展，手腕向外旋转。 然后随着吸气，收回手臂，手腕向内旋转。这是一个回合，这样做三次。第四个方向是向下，随着呼气，手臂向下伸展，手腕向外旋转。 手臂完全伸展后，收回手臂，手腕向内旋转。这是一个回合，这样做三次。现在我们每个方向都做三个回合，请站起来。 起始姿势，两脚舒适的分开。检查一下双脚是否互相平行，手放在肩膀的正前方，确保头正直朝向前方，眼睛闭上。第一个方向是两侧。随着呼气，手臂向两侧伸展，手腕向外旋转。随着吸气，收回手臂。 手腕向内旋转。第二个回合，随着呼气伸展手臂，确保手臂与肩膀始终保持一致高度。随着吸气收回手臂。 第三个回合，伸展手臂的时候是完全的呼气；收回手臂的时候是完全的吸气。当你回到起始姿势后，换方向。第二个方向是向前。 随着呼气向前伸展手臂，手腕应该向外旋转。手臂完全伸直后，随着吸气收回手臂。现在手腕应该向内旋转。第二个回合。 确保手臂尽量绷紧。第三个回合，旋转手腕时，手也要一张一合。手打开时，五个手指都应该分开。 第三个方向是向上，随着呼气，手臂向上伸展，手腕向外旋转。同样的，随着吸气，收回手臂，手腕向内旋转。第二个回合。 第三个回合，不要做得太快，慢慢的带着意识去做。第四个方向是向下，随着呼气，手臂向下伸展，手腕向外旋转。 随着吸气，收回手臂。现在你的手腕应该向内旋转。第二个回合，不要屏住呼吸。第三个回合。 手应该在身体的两旁，肩膀的正下方移动。完成后，你可以放松手臂，舒适的坐下。